店，大家都称它为解忧杂货店。有烦恼的人可以从前门寄信，如果有隐私问题，从后门牛奶箱可以拿到回信。1993年，这店都多少年了？你把杂货店都开成邮局了，这小孩闹着玩的，你还真当真啊？解忧杂货店，崭新家。我的梦想是做出好的音乐，为此已经在北京奋斗了3年。我是一名舞女，在歌舞厅上班，因为收入可观，我一直在忍受。爸妈最近有些奇怪，他们要带我离开，但我真的讨厌他们。就算他活在90年代，他也活不了啊。结果有那么重要吗？他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就行了吗？我的建议少听他们咒诅了，酿成大错，这个事情不能再邪了。如果我们从前门寄信，会不会要申请？告诉我吧，我是25年前写信给您的迈克尔·杰克逊。我是1993年冬天给您写过信的迷途的汪汪。谢谢你没有把我的漫画当作是玩笑。您的建议改变了我的一生。告诉你，南宮雑貨店の奇跡再生。大半夜的塞一张白纸进来，谁呀这是？